莱安娜，听说你来自台湾，对吧？是。那我猜你一定是高山族，对吧？不是。我不是高山族，你个子这么高。我基因好嘛。再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中国的云南民歌？没有听过。那这样，我今天就教你啊，用云南的民歌来报咱们下一个节目，好吗？好。听着，这样。长山歌。